那倒没关浓缩系。电影精华又。哎逆境是通向真理的第一条路。见过这个炫彩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哎呦我塞呀！他们在躲避秩序。你也有。全军出击！啊，我在腰着。断气不让。笃信真理，或面临覆灭。直接三刀把他剁掉。等下一个 Q， 我们又可以 Q 尾了。但是他不生没啥用，其实。闪现砍回血死不了，么么哒。回家了。源于笃信，在光明中喝彩吧。快生了，那不能让他生。光明将至，这样出吧。875差点钱，不够。我会将他们凝聚起来。先看看对面来没来人啊，闪断口踩住一走，我就不贪了。对面打野肯定是快到了，乘胜追击。踩 AQ E 不太敢动啊，这是个蛤蟆打野。光明揭露真相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他走了，他不能回来了。我们同心作战。哎，好豪放，有闪现 W 闪，我没有技能了，没办法。螳螂再也不来了，那他自己的问题，这我能咋整？我没有技能了。不过腰子血亏。玩玩的，我让他吃兵啊。
炮弹。哎，我们的最终目的，我靠，我的卡，你我你哥，最终目的就是不让他吃兵。晨曦将照耀每个人，黑暗逃跑了。哼，损人不利己，哼！追寻的是灭绝。要想把对面压得更狠啊，要想把对面压死，那肯定就自己就得损失点东西，不可能什么都好东西都让你给占了，你说是不是？我的信仰是绝对的。哎呦我靠！驾驭信仰之力。吃我一刀！你已不再迷茫，我将赦免你。啊！荒漠屠夫有点意思。刚才这波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，就是不能先交易，先交易给我们盾破了，那就不一定能打得过了。一定要等他晕完了再交易技能。没理由啊，没打过什么鬼，怎么没理由啊？我 W 破的骸骨，然后封着他，他过来晕我，晕完我以后我开 E AQ AQ AQ， 我一下打三四下，这随便干的吗？还有个点燃呢，我们其实已经有点无敌了，对面还是学 AD。 哎呦我天哪，我可老狠了这把，但是这把要出个水银还。剑阵比较烦。黑夜遮蔽弱点。好晒呀、啊、这皮肤，尤其是这个炫彩。哎呦，回头勾引一波，让他踢我，故意让他踢，假装打不过。你来这里，你离我太远了，这有点儿。来这儿，来这儿，来这儿，来这儿。怎么的？那鱼也消失了？这边打起来，我估计我们要够呛了。这快跑着，唐唐！人太多了。这不能回家。这波兵能回家吗？给他打个坑，简直是害人精神！我操！一没出来，一出来杀一个鳄鱼。给我这顿害呀！
我们家这上中野让对面这仨给干了。第三个扣往回扣，兴许弄啥？其实我应该套点烟，我套点烟有灵光披风，我就能走。我走一半，然后正好回头一个踩接一个 E， 杀一个，旁边有个蛤蟆打不死我，我就直接双杀。不够细节啊，还是不够细的，出了。人间的混沌，就是干干净净的人间。我上了，把这针眼排了。你的信心在动摇。那鱼挺烦人呢，老要赶上我。秩序带来庇佑。那蛤蟆又跑过来了，我得赶紧回家出个布点鞋再跟他们打。本来我是想水银鞋的。不行，得水银鞋，控制有点多呀，莫甘娜一个控，鳄鱼一个控，再加上腰子一个控，哎，少点护甲。甩死他，踩住，喜欢赶个，吃我一手咳血战斧，600块。你怕啥呀？你就自己打呗，那俩人全死了。你自己打吧，没有人去，你就自己打还打不了吗？那峡谷先锋吃点塔皮儿。我将高悬于阴影之上。先吃他个蛤蟆，再吃他个蓝。你给我回来！你往哪往哪走？你我永不破溃。想方设法击溃你，该出死亡之舞了，先把上路塔给他拆了。这莫甘娜都开始美甲窃魂卷了吗？太狂了吧。现在一个辅助居然能狂成这个样子，我确实是有点难以接受。
回家来死亡之舞了。哎呀，上票了，上票了，可不行。我这么肥，上票这哪能？小黄毛咋那么狂呢？这一千块呀！哈、啊！不用闪现，闪什么玩意儿了呢？哎、啊，一千块！再见。踩住和血战斧 A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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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 技，你怎么死的？踩住！秩序将会征服一切。是个破木印小黄毛的。完了。闪现了，荡妇二连了，有点狼了这波啊，薛兵有点狼了，让谁杀的呀？探险家杀的。出个黑切，还出个蟹手，有点狼了。这波是我们共同致富。可以打，我马上到。不行就杀个那鱼呗。杀小黄毛来，跑！你上波把技能交了，这波你想跑？往哪里跑？四百给我拿过来。往哪跑？还点个爆裂果实，那蛤蟆给我出来！笑死了！小龙是我们的，可以啊。刚才第一波那大招有点贪了。我想甩着那鳄鱼的同时，要把对面的那些其他人也给甩着。他们在躲避秩序。真的要打吗？真的要打吗？先杀莫干了，可血战斧全拿下。完美之光指引着我。这玩意儿太能打了。
来个红 buff。回家了，谢谢金三角扛把子的飞肩。刚才我说句实话啊，本来我是想给这些操作都给大家说一说的，但是一个人他在操作的时候很难能说出来话，你知道吧，技能有点太快了，没有把这波给大家精彩的讲解一下，是吧。我的鸡你给我踩住，那就杀莫干了，控制对我来说没什么用啊，大小黄毛的耶、yeah! 扛着我的大刀给顿咳血战斧踩住 AQ 再抽 A，莫干了，和血战斧踩住我一走，扛脸上他，真敢上啊腰子，我有意怎么还 XBUD 了，好玩儿，好踢，我上了溜了，嘿，这波不狼了，并不容此之事实，当无怨无悔，哎，这个墙我记得也能过呀。算了，不过回家了，直接来个黑漆。再出个九头蛇吧。吸点血。绝望是黑暗的颜色。乘胜追击，兄弟们，给个舞台，我来一波1v5。正好16级，先走一走，不着急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完了，给我一顿控，没让我动。哎呀，没让我动。不太行啊，还是不太行啊，动都不让动，莫干拉两个空，鳄鱼一个空，腰子一个空，蛤子一个空，加起来6个空。我知道自己是谁，
台咱就不要了，先推个钟吧。不狼了，再狼就是费劲了。等待赦免。我是秩序。哎呦我操！先拆他。拆完塔可以拆个上路。点亮苍穹。怎么有个积木不到啊？好痛！小黄毛应该是死了，被我点燃了。只不过我死亡之舞没出来，不行了，有点操作不好，玩的有点烂了，这个熟练度不够，赶紧下一把吧，再玩下去就要丢人了，就要开始丢人了。打条大龙吧，再送两边就没了，没了倒不至于，只是我们玩的还是不是那么很行。再打下去就有点丢人了，操作已经不行了。先来条小龙，把龙魂拿了，拿完以后拿大龙。队友在干嘛？队友那不当眼的吗？那狙击吗？那狙击眼当的不挺好的吗？三连。黑暗是愚者的问题。龙魂拿掉，拿条大龙。你都拿吧，我都神装了，不要。混沌，召集更多混沌。猴哥瑞文玩出了黑白的影子，那都不能比。就像你说谁，哎呀，谁的猴玩出了很蓝天汉的样子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那是模仿不来的。还剩一个塔，快摘！你这个，
给大家结个账啊，两点半还能来一把，这把打完给大家点几个小姐。